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这边老公啊，来要出发了，好吧，做好准备，到齐了，到齐了。来，我想问你个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你有信心吗？当然没问题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过不去？怎么可能？好，反应还挺快。好，八十秒钟的时间，准备开始。好，相当的清爽，到了我们的壁虎墙。好，注意，接下来是云中漫步，要注意一下你的平衡能力，包括你的重心要放在哪，相当的稳健。而且你发现了没有，他在出脚的时候每一步走得很扎实。好，接下来到我们的翻山越岭，判断好，哎，过得很轻巧，面带笑容。我们的老公这么强悍吗？到了我们的滚滚桶，还过去了。接下来心理素质好不好？还有两次机会，加油！老公就是牛，一来耶！你这么瞧不起我呀？来，一二三，耶！我也放肆一下。好了，来，好像确实啊，老公队还挺厉害的。刚才完成的，我觉得说特别棒。但是我觉得你好达尔文适者生存，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点是什么，老公在完成这上面确实是有优势，体力很好，对不对？作为男人稳准狠很重要。但是这边老婆，你们要派出的下一个队员是，哦，你现在有什么想法？我一定要战胜他们，这关我一定要闯过去，给我们老婆队争光。好，请问您结婚几年？三年。已经结婚三年的时间了，当了三年的老婆，看来这个姜会不会是老的辣呢？啊，你这个下要出场的是谁？老公，啊，来，请到这边，最柔弱的一位老公。其实最壮的，最健美的。最健美的，哎，来蹦一下，试一下。哇，跟戳着豆腐一样的。哎，没有。这个老公这边，刚才人家说人家结婚三年，你结婚几年？三年。三年，我现在势均力敌哦，三年对三年，到底是我们的老公队强一些，还是老婆队强一些呢？首先出发的是我们的老婆队，来，哎，有请我们的老婆美女。好，100秒的时间，准备，开始。来，我们老婆的口号是什么？来说一下你们的口号，一二三。来，加油，到第二关了，壁虎墙，注意啊，四肢的协调能力。平时老婆在家里应该都会干一些家务，看起来手脚都比较麻利。好，在过我们的云中漫步的时候，哎，选择的是跪式，选择的方式非常的不错，很稳健。注意你的时间，哇，相当的麻利，来到了我们的翻山越岭，好漂亮，看准机会就过去，哎，漂亮，好，快乐滚滚筒，一直跑不要停，一直跑不要停，大变活人没了。活人没了，来继续继续，翻山越岭。来，我们现场的观众也给他加加油，鼓鼓掌，加油喽！好，一直跑，一直跑过来就可以了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好！哎呦，扒住了，好。来来来，幸运球，幸运球，4、3、2、1，过了。刚才呢，第一关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婆队虽然失利，可是你这一关就扳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讲？我们就是有实力，我们就是厉害。没有啊。